敌人在云州西村遭到了打击，恼羞成怒，更加疯狂地反扑。盐匪营特派员大胡子和石廷璞串通一气，利用二寡妇和十五泽不清白的关系拉拢十五泽，策划着包围云州西村，企图活捉刘胡兰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刘胡兰还在炕桌前一心一意地读着毛主席的书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。油灯的灯花拨亮了一次又一次，胡兰子的心田里雨露滋润了一遍又一遍。有人敲门，是十三槐来了。胡兰子，报告书，紧急通知。什么事？上级决定让你在天明前赶到北极村五公地接你上西山。怎么这么急？自从咱们镇压了狗村长，敌人急得发了疯，可能要进行报复，一在村里太暴露了，上级决定你立即上山。哎呀，那村里的工作？村里的工作由我们，上级还给了你一个重要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叫你务必把十五泽一起带走。对，这个人动要怕死，他认识不少党员和干部，为了保护党的组织，应该叫他上山，我去找他。不用，你收拾一下，我去找他。哎，胡兰子，都三更天了，你还不走？十五泽还没来呢，你先走，他来了，我叫他去追你。不，妈妈，找不到十五泽，我是不能走的。我去找他。人家到处抓你，你不能去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妈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走。刘胡兰把包袱整理好，又把毛主席的书小心地藏在怀里，然后撩开窗帘，凝望着远方。光如水，洒满了汾河平川，家乡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引起了刘胡兰许多回忆和联想。生长，平坦坦的北
鲜血洒在这地方。